第二，二十二，三。你把自行车放在哪了？我就放在这儿。你不会骑错吧？不会。你的自行车是什么样子的？是红色的，比较大的那种。这辆自行车是你的吗？不是，我的是红色的，不是黄色的。质量呢？也不是，质量是旧的，我的是新的。算了，咱们别找了。